战后的国民党政权统治模式带到台湾，这个也是造成二二八事件这么惨重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啊。当时党国大佬，他们很担心的事情就是会引起国际干涉，所以会用武力最快的方式来处理，来镇压台湾的这个反抗的行动。二二八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，但是二二八之后的清算就是要把所有的本省精英全部打掉，让他们再没有翻身之力。